哎，我个枪，我这个钢绳哦，他把枪就那个，是吧？左边，左边将贵宾来拖一下子的。啊，对。那二十八号要搁见面嘞？嗯。你别搁，别搁两枪。你看枪姐，你搞枪。有啊，枪姐，枪姐，他头前有下不？有啊，头前有下。头前没下。下我就下。伊个名什么名？伊个叫黄金国标。对，对啊，黄金了嘛？黄金了嘛？差不多。来签名。差不多来签名。我能签下去。我看你签啥？我看见的咯，我不签。哇！这种木水参加，我要回来啊！无啦，这无啦，这无是拢有啦，这有回来半年啦。来，来，请，唔通来参加啦？啊，这靠拢木水拢回来遐济啦。来，签名签名。哎，签名签名签名。签个几万，几万，你刚说要争取签名的嘛？好。先到情况。姓氏，那边在那边在下边地方，那边在地方听。还是这边大家平安，请咱拍开咱的手提，咱的故乡台湾。第五页，第五页，咱的故乡台湾。这是林凤珠老师所写的词甲曲啊。那个白蕊是林福义老师的笔名啊，是伊的词甲曲。啊，要用上介简单的方法来教咱唱，我唱一句，你对我唱一句，安尼会使无？啊，来，我会较音会较低啊吼，啊，我唱头前第一句，我唱到这个美丽岛屿台湾这吼，啊，第一句吼，咱的故乡。你的故事台湾，来唱看卖，咱做伙来唱来。咱的故乡，你的故事台湾，山的水清，山的水。花蕊四季鸟开，来，山里水清，山里水清，花蕊四季鸟开，山里水清，花蕊四季鸟开。咱的故乡，你的故事台湾。好，头前这段就好吼，不是讲真困难，但是毋捌唱过，可能咱嘛毋捌听人唱过，吼，啊，这是你描写咱对咱的故乡的迄个感情嘛吼，来肯定一下。来，搁一遍来，开头吼。咱的来，咱的故乡，你的故事台湾，山的水清，山的水清，花蕊四
开车开，山里水清，花蕊四季交配，咱的故乡，你的故事台湾。来，再一遍，差不多一样啦，好，来，咱的来，来，咱的。故乡，美丽的故事台湾，山里水清，山里水清，花蕊四季交配，山里水清，花蕊。四季交配，咱的故乡，你的故事台湾。来，后壁这段吼，善良的，善良的百姓，真真打拼。最高来来，善良的百姓，真真打拼最高，为着光明的前途，明日奋斗。愿上帝赐予阮所爱的故乡台湾，伊是阮心内永远的母亲，永远的母亲。无论离开偌呢远，无论经过偌呢久。永远会想念你，咱的故乡台湾。啊，这个伊那等下伴奏带也足悬的吼，啊，但是咱会当唱。咱的故，咱的故乡。免唱故乡曲，我记好来。安尼，归头搁一遍来，啊。因为毋捌唱过，也嘛无熟，但是这条歌真有意思，我特别来分享给咱来。咱的来来，咱的故乡，你的故事台湾，山的水清，山的水清，花蕊。交配，山里水清，花蕊四季交配，咱的故乡，你的故事台湾，坐来起来，善良的。认真打拼做工，为着光明的前途，明日奋斗。愿上帝赐予阮所爱的故乡台湾，伊是阮心内永远的母亲，永远的母亲。无论离开偌呢远，无论经过偌呢久，
漂亮的你，咱的故乡台湾。你的衣服会当放落无？衣服会当放落无？啊，咱即摆用伴奏来唱，这是卡拉 OK 的平台吼，你会当看到有咱台湾的风景啊，有歌词伫面顶，啊，这伴奏因为会当照咱来唱，啊，咱啊，拄则我讲的足悬的，伊你着来唱，降的啊，降较低的，自由发挥就好吼。会使袂？OK 啊，哈，这边不哦，我不知道。不，你得准备，中间咱过来练一遍嘛，好，来，咱的来来。咱的故乡，你的故事台湾，山的水清，山的水清，花蕊四季交配，山的水清。花蕊四季交配，咱的故乡，美丽的都市台湾，善良的百姓，认真打拼做无论离开多远，无论经过多久，一生一世永远会想念你，咱的故乡台湾。来，即摆咱会当来唱，等你。有较悬一挂，我给咱听音乐，好来 ，OK。来。
无唱，不过介绍这条歌吼，咱也等下等家己个语气，等家己来唱。咱来看第二首《唔怕夹台湾》，应该咱拢会晓唱，咱直接就伴奏版，咱就来唱吼。唔怕夹台湾，右手边。第三首，右手边第三首。上面看平定，右平定，不乱 ，OK 啊。来，这边来清洁啊。那伴奏先下几首。来。手机，麻烦咱把手机先关掉吼。